咱们进县城主要是给巴特拿那个狗牌啊，然后这县城特别的整洁，特别干净，你看了吗？建这些大厦的，这是这个叫什么瑞的，他也是做那个熏鸡的。如果建这些大厦的，80%都是做熏鸡企业的，太厉害了，哎呀，不得不服。太漂亮了，正好把它长得一模一样。把它看看，看他们长得像不？太漂亮了啊，把它。哇，把它高兴吗？把它高兴吗？头太大了。这不是那狗吗？狗吗？比羊儿丑，不丑。太大了。你们，我记得他那有那个巨咖一巨无巨咖。动呢，主要是。对，找巨一巨一巨可了。我给你拿回去管管。哦。哇，头太大了！第一次见到这大羊头。哇，这那巨头是这样子的。就想吃这玩意儿，但是太大了个头，这好，肉多啊！哎，你看这多快！小心点，小心点！快跑！刚在里面没法拍了，因为是一个大羊头，四个羊蹄儿。后来等人一卖吧，必须成套卖。我买四个羊蹄，他不卖给我。总共这四个羊蹄加这个羊头是74米，是76米了。然后后来等的谁，他冻得特别紧。我说你给我切半儿，他给我特别难切，切半了吗？切半。后来我就说你再给我切四半，我感觉还大。我说你再给我切，这大哥实在没法说了。他多斧子砸哈、啊！后来大哥说：“你要就要，不要就拉倒。”我大哥我就跟他说：“我说徒步的，我说这实在是走不了，知道我锅特小。”大哥一看我真徒步的，咔给我剁了这么多，这些个，哎呦，够我吃好几天了。